你这是天使还是鸟人？啊，台湾决定喜欢不喜欢这个衣服？哦，今天我们陪娜娜照孕期照啊，因为这个肚子一天一天大了，如果再不照的话，没办法照了，已经30周了，我们的宝贝。然后我跟艾曼杰林来客串一把，都是跟那个娜娜一起拍两张照片。对，然后我们决定，拜了拜了。嗯，他想跟茉莉跟洛莉拍照片。对，对，这娜娜要化妆，已经化了有一个小时了，是吧，老婆？化妆要化很长时间。对，嗯，等会还要继续化这个，化完妆以后照。啊，这是什么风格啊？嗯，很多衣服啊。好了，脱了吧，热热热，万杰林，没敢连。嗯，好，老婆，你休息一会儿，继续化妆了。嗯，累不累啊，万杰林？你不累？干嘛啊？给谁喝的？啊，刚才点了外卖喝的。问你累不累？我不累。啊，你喝这个。嗯，好，你去喝你的吧。化妆化了，看一看。等会儿。好，撕两边让起来一点。好，你可以要求一个手下来放到肚子下面。OK， 好。老婆，拍照，化妆化两个小时，对吧？来，准备，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哎呦，走。安杰林，你喜欢这个吗？阿拉，安黑，天使，啊？啊，对，那雨欣喜欢这个。刚才雨欣照了很多照片。对，一个黑天使，一个白天使。等一会儿你要戴，等一会儿，让娜娜先拍，看一下这种翅膀的效果怎么样。往上侧着站，然后肚子露出来一点，要不拍不到。你这是天使还是鸟人？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一部电影《无极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好像是把张柏芝放到天上当风筝放，看大家觉得像不像粉丝朋友？往那出来拉。嗯，你说老婆，你这个是大鸟怀孕了，鸟妈妈是不是怀孕了？怀孕小鸟，好，拍吧拍，不打扰你了。大鸟带着小鸟。一只白鸟带着一只小、啊、小乌鸦，然后肚子里面还有一只，啊，小白鸟。对，我不拍。老婆，你喜欢这个衣服吗？这个喜欢。黑色啊，娜娜选的。对。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好看是吧？穿真的。真的好看是吧？我想睡觉。你想睡觉？你想睡觉？你等会儿下去睡觉。穿着东北的大袍子。好，这是拍照也很不容易，夏天这么热，是吧？那还挺着大肚子，还要穿高跟鞋。左膝盖顶一下。好。嗯。拍完了，老婆可以看照片了。哎，我不行。嗯。累不累？我不累，不喜欢我这个。看一看，你还没看完不行。走啊走啊。完决定，咱们去看照片。嗯哼，干嘛？小王决定。去慢点慢点，我来过来，我帮你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，我说的意思是。
片啊，先是杜雨欣的照片，喜欢不喜欢？这个。啊，喜不喜欢？嗯？你都不喜欢？啥意思吗，雨欣？这个挺好的。嗯，其实还行。对，这张我喜欢。先标上我。嗯。这个喜不喜欢？你都不喜欢是吧？问他啊，这个挺好的。嗯，那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喜欢不喜欢？对，这个喜欢这个，大家看着挺好看的，我觉得好看是吧，宝宝？宝宝该你选了是吗？快快选，这个好看。嗯，拍的都很好，啊，大家觉得啊拍的怎么样？这还没修的，嗯，也没调色。娜娜的照片还让娜娜自己选吗？哈哈，对不对？嗯，下一个。这是我跟娜娜还有雨欣一起。哎呀，终于照片选好了。嗯，什么时候给你？要5天吧。5天。对。很快。啊，安静静。啊？你喜不喜欢照相？喜欢。啊，你想不想照相？跟茉莉洛莉。啊，跟茉莉洛莉，两个狗狗要照。嗯。嗯，那我们看看这个照的效果吧。到时候，之后的话，我会把这个娜娜跟。还有安娜决定，还有我们一家三口啊，一家四口，还有宝贝，呵呵，对，宝贝一家四口，宝贝我们的照片，对，嗯、宝贝也累，累不累，老婆？累，一点累啊，对啊，我们去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给点狗们。火锅。火锅。这问就白问啊，想吃火锅。嗯，好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决定，拜拜。拜拜。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